档踩刹车，铲刹起铲放铲，拐弯点刹车减速，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，技术娴熟的程度确实称得上是位老司机。哎，我没看花眼吧？铲车师傅怎么这么年轻？您没看错，这位老司机还真就是个小男孩。男孩今年6岁，湛江徐连下桥镇人。他的妈妈介绍，孩子从小就喜欢钩机、铲车等重型机械。虽然小时候家里也买了很多类似的玩具，但人家人小志气高，要玩就玩真的。原来孩子的爷爷是经营纱厂的，也有多年的铲车驾驶经验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孩子就在爷爷的教导下学起了开铲车，只花了2-3个月就学会了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操作这个大家伙了。